下有个。然后结果你知道吗？今天呢，我想我一出门，我想哈哈，这是我终于不用回来了。我可以不是我意思说我不用，你不说我出门老是要反复回家拿东西吗？然后呢，去到那边呢，等了一会嘛，那个医生没有马上来嘛，等了一会，然后我发现了，等到我的时候，医生来了，轮到我的时候，那个单我拿出来，拿出你的单。是，我就说早上我就看到有人开门，听到有人开门，我说怎么？哦，有辆消防车。回来开门。给耽误了一下，哎，我说我的天哪，我还是得回趟家。那妈，你是什么时候看到那个尸体的？就是妈妈下楼梯，我就妈妈说，真是神奇了。一般我。这里又施工了，施工。到深夜大厦，上海银行的是吧？是一个沙盖铺的那种，对对对，那花嘛是那种，对。不是在靠近市民中心那边吗？哦，市民中心那边，就是靠近那个哪？我越讲越远。我们当时不是在那个，就是我们那个以前、哦，这里是个物业总站，那个对面旁边吗？建国，就是那个，我到人民医院旁边吗？不是。中心大厦，中心电信在那个在复华路复华，好像是我到黄木岗站哦，还在华湖路旁边，我真的，哎，你为啥不事先查一下就这样来了？我以为你都查好了，不是那么远的，我好像是没错，是在这黄木岗站，对，是在那。我到深圳第二人民，我到体育大厦了。那边是有个，我想想啊，好像是你往前走的。对，在前面，在那边。对，在这边。过了红绿灯。就好像就是那前面有一个比较老的建筑。
那像一朵花一样了，你说。不用过红绿灯，过这个红绿灯，过这个，对对对对，过这个红绿灯，可不能过前面的。这条道不给走。不可以，那走过来。哦。对。刚才我在红绿路旁边，红绿路一掉头，知道吗？哦，从那边掉头过来这边也是。哇，拉大货车。生命之心，一口就通全国。好像，对对对，就这个楼。就是我说的，就是那个楼。嗯。就是你这的那楼。那他们单位整天搞些什么鬼？可能比赛还是活动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哦。今天一常要搞些，他说是40年前了，搞些花样的跳绳了，结果。好像，对对对，就这个楼。就是我说的，就是那个楼，嗯，就这里，主要是前面停车，前面没有站的，前面那里停。